全国国中小有3400多所，我不只是来，也不只来一次，我这已经是第二次来了。而上次来，我不只是看校舍，我还关心到以后教学时会不会受噪音干扰等等。我不只是有所交代，同时甚至于派种树的专家还来看过所有要种的树。曾所长也有跟我报告，这是我做事情的要求。我曾经说过，穷不能穷教育，苦不能苦孩子。所以我这次当院长这3年多来，真的为教育的投入真的用心用力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因为教育才能有社会穿透力，我才能从台湾的最尾端一直到了中央。所以这3年多来，我非常感谢潘部长在教育以他40几年的经验用心用力，现在班班有冷气，甚至现在班班有网络，生生用平板，而且9月开始就是中央厨房大拜小，热腾腾的午餐准时到，并且都是从偏乡、从离岛、从夜穷的县份做起。我妈妈就是国小的老师，所以深知老师的辛苦。我很期待这个学校，因为新的校舍盖好，我们孩子更幸福，而且不会因为教室不够，孩子明明在起却读不到。希望国家的力量用在每一个该用的岗位上，希望大家一起加油，让我们同文国中新校舍一切顺利，祝福大家平安，谢谢大家。